近日，由航空工业自主研制的新型舰载无人直升机 AR500CJ 在江西鄱阳顺利首飞。在首飞过程中 ，AR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圆满完成了人工起降、悬停、前飞、后飞等悬停机动科目，并顺利着陆，各系统工作正常，状态良好，标志着该型机从设计试制阶段正式进入试验试飞阶段。AR500CJ 舰载无人直升机是航空工业设计研发的翼型舰载通用无人直升机平台，全面提升了平台的飞行性能和任务能力，取得了多项技术突破。后续，该无人直升机将在国内多地开展功能和性能试飞试验，计划2023年完成鉴定。